大黄也，嗨，大黄、小黄医师，大家好。时光飞逝，我毕业十年啊，来丰田就超过八年以上，啊，真的是很快。从单身王老五也变成两个孩子的爸。嗨。我要溜滑梯。然后诊所也从一间繁衍成三间，我真的很佩服大黄和小黄医师的能力，这才是真男人。还有啊，真的很谢谢大黄和小黄医师在诊所上给我很多协助和帮忙，还有指教。我记得有一个 case 啊，我做了五年还搞不定，就拜托小黄医师。小黄医师毫不犹豫，马上说好，我真的很感动。目前这个 case 已经完成了，真的很谢谢小黄医师。还有啊，上个礼拜我有一个智齿拔不出来，搞了一个小时。已经放弃了。这时候请小柔打电话给大黄医师。大黄医师虽然还在雷射中，但是还是义不容辞跑来帮忙，冒着毁容的风险，也真的很谢谢学长的大力协助。在丰田就是这样令人感动的地方，很开心能够在这边工作，也希望能够继续下去。好，谢谢大黄以及小黄医师喽，拜拜。2005年，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快快乐乐的一起工作。妈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妈，是妈妈，你要说妈妈。小黄医师，首先谢谢你们这么用心的经营丰田，然后也这么认真的栽培我们，让我本身从一个涉世未深，然后内心纯真的牙医哥哥，变成牙医叔叔。然后我觉得丰田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然后不只是一个工作环境，也不只是一个学习环境，然后是一个像家一样，然后很值得珍惜的地方。那希望丰田能够。继续兴盛的经营下去，像这两颗凤梨一样，旺旺又来来。开始，嗨，大黄医师、小黄医师，谢谢你们这几年来的照顾，让我能够从小朋友长大到大人，现在也住诊所以后就幸福美满，开开心心，耶！嗨，大黄医师，我是佳佳，我想说的是。谢谢学长总是在我拔牙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或是任何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无论学长多忙，都能在第一时间内赶来救我。我真的觉得有这样的学长非常非常非常的放心，今后我也会继续努力加油，减少替学长添麻烦的机会。谢谢学长，祝学长圣诞节快乐。大黄医师、小黄医师，非常谢谢你们这几年来的照顾，然后在这里工作的很开心，然后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那也希望，未来的日子啊，学长们还有大家都可以继续的帮忙，然后继续照顾我。然后希望我们丰田能够越来越壮大，然后大家都可以继续像现在这样开开心心在这里工作，然后看诊。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就是希望有一些东西啊，小朋友的东西可以帮我买一下，这样呢我可以看更多的小朋友。好，大家一起加油。给大黄医师，真的觉得能够遇到学长这样的老板非常的幸运。诊所的气氛很欢乐，那你又很照顾员工，以后要是遇不到啊怎么办啊。那也谢谢你，就是不弃嫌我看着动作慢又不是很赚钱，那也希望未来的新的一年诊所能够越来越丰收，越来越富裕，那刷赔越来越少。谢谢。那接下来是给小黄医师的，那记得第一次见面应该是透过黄莹跟之宇在入府的生日 party 吧，那就是知道成大的有一个矫正界的前辈这样子。那也谢谢学长平常在
不管是临床上啊，或是矫正学上，就是一些看诊上的经验分享。那我真的觉得在高雄这三年能够认识你们这个家，真的这个家庭真的是我上辈子烧的一个好香。那也谢谢黄爸爸、黄妈妈，还有之宇，还有文佳，就是在大家的背后默默的支持着大家，帮助着大家。那就是希望丰田的大家，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能够一起共体时间。那大家加油，谢谢。感谢大小黄医师转了很多 endo 的 case 给我，让我在诊所不愁吃穿。也谢谢你们都带着我们大家到处去吃喝玩乐，希望你们身体健康，然后诊所的生意蒸蒸日上。黄爸爸、黄妈妈、黄医师、小黄医师还有文佳，感谢你们这些年来的照顾。我觉得自己可以加入丰田这个既温暖又欢乐的大家庭，自己很幸运，心里除了感恩还是感恩。还有我要谢谢丰田所有的工作伙伴，谢谢你们。有这个缘分来到丰田这个大家庭，然后大家都很亲切，也很热心的教导我很多我需要知道的事情，然后希望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好又更熟练，然后这段期间谢谢大家的帮助。嘿，文佳为了丰田这个大家庭付出那么多的心思，那第三间也即将要开幕，想必将来丰田这个大团队会越来越庞大。那在这边先跟两位说声新年快乐，也祝诊所的业绩能够蒸蒸日上。感谢小黄医师跟之宇都带我们去吃好吃的，然后玩好玩的，所以希望我们的诊所以后可以一切顺利，然后自费越来越多。耶、跟小黄医师对我们这一年来的爱戴，无论说很常带我们去吃喝玩乐，还有上山下海，还好没有带我们去下油锅。那在此，瑜伽瑜伽，啊，怎么了？医师叫你教病人刷牙。哦，好，等我一下哦。那请大家跟我一起大声喊：谢谢丰田！啦！哦，黄医师、小黄医师，然后还有文佳、之宇。尾牙快乐。那这一边啊，我进丰田也快四年的，很开心啊，就是这是第四次参加尾牙，有主持人终于有人接棒了，那我终于可以好好吃一顿饭，就是很开心。那这边啊，我也要谢谢就是丰田的每一位伙伴，那谢谢你们平常的包容还有照顾，然后很开心跟你们一起工作。最后啊，我要说我爱丰田。那最后就是我们希望未来的每一天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。 OK， 拜拜。祝福我们的大黄医师跟小黄医师永远快乐，都没有烦恼哦。那最后跟 Bobby 一起跟大家说拜拜。
大黄医师、小黄医师及所有医师们，还有剧场的美女们，我是米米，我是宛如的宝贝。那谢谢你们平时对宛如的照顾，谢谢。谢谢黄医师跟小黄医师经常带我们出去玩，跟去吃好吃的东西。希望丰田以后的营运可以一帆风顺。感谢两位恩医师的照顾。我要献上我的论文。首先呢，要感谢大黄医师、小黄医师，让我加入丰田大家庭，然后把我养得肥肥的。然后还有谢谢大蔡医师、小蔡医师，然后还有资瑜医师、嘉龙医师和珊珊医师对我的包容，因为我跟诊所很容易出彩。然后还要谢谢小罗、玉佳、玉芬，还有杨洋。宛如怡文跟磊文，谢谢你们那么认真的教我啦，最爱你们的啾咪哇！然后还有就是建豪哥吴建豪，要帮我加薪哦，谢谢。